家好，我是徐哲。徐哲手上拿的是白色的华为的 C8950D， 好，亚太双卡的，这支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可以看，徐哲给大家看一下局部，有没有？白色的整个是亮面的，很漂亮，很像9100 S2。有没有给大家看一下前面？真的很漂亮。啊，液晶效果也是非常的棒。华为双核1.2。亚太 CDMA 加 GSM， 也可以 EVDO 亚太 EVDO 上网，速度很快。然后两个喇叭啊，前面有300000摄像头可以视讯，后面800000自动对焦，两个 LED 灯，双喇叭 DTS 立体音效，好，两个抗噪麦克风，前面后面各有一个。好，两。这有个麦克风，后面有个抗噪麦克风。整个白色超好看。然后里面徐哲会帮你灌好注音，好，注音可以这样写，然后也可以这样手写，可以这样写，也可以手写，有没有？很棒。可以这样手写，直接在键盘上面这样写，就手写了。然后可以声控，等一下去开会。因为这个语音是要透过网络搜寻的，现在处理有点久。网络不知道有没有连上哦。等一下去开会。没关系，这只是示范给大家看的，时间有限哈。得给大家看一下白色的感觉，真的还不错。然后萤幕很大，4.5寸，你看这样子看电影，真大。还可以有画中画功能，4.7寸大萤幕，真的很大啊。有没有萤幕真的很大？跟我的 iPhone 比，你看一下。有没有 iPhone 直接死在地上了。一样有画中画功能，因为双核心CPU。来了，你看，看那动画，还是很顺。哎呀，完蛋了，连酱油也用完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又走不开呀。好，介绍到这边，就小心去买。下次有新的东西，锁定徐哲。这支整体的评价真的是非常好 ，CP 值很高，价格也便宜。虽然是中国制造啦，不过真的有进步了。徐哲在这边多年，看到这样子，他们的东西已经完全不输给台湾的手机了。台湾 HTC 真的要感到紧张。啊，他的 IDMD 设计很好，还对，给大家看看里面。啊，还有一颗，
很大颗的电池，1930毫安的电池，然后双卡、哦，这里是放亚太，这里是放 GSM， 然后亚太可以 EVDO 上网，这里可以插那个记忆卡到支援64G， 然后壳料就这样，就这样盖上。你一个人去买过东西，正好给那个魔力的机会呀、啊，小心。好，谢谢各位收看。